第七届城市挑战日在7月30日举行。17支队伍近120个参赛者以6人为单位组成一个小队，在大三巴牌坊作为起点，终点就是沙梨头江门同乡会文体康乐中心。规则就是只可以坐巴士或者步行，各个队伍都要到不同的景点挑战相关的任务，当中包括知识考察、体能挑战、寻宝、拍照。当然所需的时间越短和完成率越高，自然就可以胜人一筹了。有益身心，又可以深入了解本澳文化，下一届大家记得踊跃参加。